我以为前边有咩危险呢，侧过头一睇，哦，原来系到咗啦。喺湖嘅边缘插咗一支木棍，而斧头嘅背脊就已经挨住支木棍啦。我昂起头望斧头，佢嘅表情已经扭曲啦，痛到佢一缩，将我拱咗出去。我又游咗过去。对斧头笑咗下，佢啤咗我一眼，另转身开始研究嗰支木棍。木棍好光滑啊，插喺湖壁上边，喐都唔喐。我用力掹，亦都掹唔到出嚟。斧头佢跟住帮手，依然系毫无头绪。我有啲郁闷啊，唔通？是呢支棍后边先至系通道，但系咁细嘅通道，净系得啲鱼仔先游得过。我手入边指手画脚，问阿斧头啊，喺呢度啊？斧头就拧头，指咗下木棍，又指咗下喺侧根嘅罅隙。我睇唔明啊，但斧头又开始掹嗰支棍，终于。我哋五个人合力，总算系掹咗佢出嚟。原嚟呢一支根本就唔系木棍，而系一把似系锄头嘅工具。我真系睇到呆咗。呢把似系锄头又似系镐嘅嘢，可以做咩呢？拎喺手亦都系累赘啊！而且最攞命嘅系呢把锄头后边。根本就冇我想象中嘅通道，而系实打实嘅石壁。但系斧头佢显得有啲高兴，一手拿过我手入边嘅锄头，就向侧根嘅罅隙度挖。五分钟之后，斧头佢一锄头落去，终于挖咗一条通道。呢条系一条继续向下嘅通道。仲未等我睇得清楚，斧头就第一个向住嗰条通道潜咗落去。我即刻跟埋啦。通道嘅周围全部都系石壁，石壁上边有啲怪异嘅纹路，我越睇就越觉得心惊。到底系边个咁无聊啊？走到水底嚟玩雕刻？但系我越睇就越觉得唔妥啦。呢啲石刻似乎唔系最近刻上去嘅，有啲年份噶啦。我问斧头，但系见到佢喺侧根发紧牛痘，我拍咗下佢，用手喺石壁上边写字，问佢石刻系咩回事嚟噶？斧头就表情古怪咁样问翻我转头，你有冇见过死人头发呢？我岌咗下头，死人都见咁多啦，有咩头发系未见过嘅？我唔明佢突然间咁问系咩意思，我就如实回答，问佢点解咁问呢？佢指咗一下侧根嗰条石罅，我顺住一睇，即刻见到石壁上边全部冚住一层头发。我真系吓亲，唔通喺呢个石壁后边有个人喺度？斧头佢震惊完之后，好快冷静翻落嚟，佢伸手去掹嗰啲头发啦，估唔到啲头发忽然间一缩，全部缩翻晒喺石壁入边啊！斧头望咗我一眼，用手喺石壁度写。
他们死了。他停了一下，又在这句话后边加了个问号，显然是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头发会动的？有可能不是他的同伴的头发，而是来自另外一些人。我就在问号后边加了句可能有鬼。被我这样一写，斧头他更加好奇，拿着支电筒不断照入去石壁，想看看入边到底有些什么。我就没那么大胆的，立在他后边顺着石壁条罅装入去。斧头他似乎看到些什么，挣扎了几下，再贴埋啲。呢一次佢好大反应，两只手一齐用力拱个石壁，连带将我都拱埋出去，跟住又忽然间向下边游落去，足足游咗几米之后，佢先拧翻转头对住我入手。我又睇唔清佢嘅表情，以为佢系隔空喺度打我。但是即刻我整个人都吓懵了，个手势是叫我走佬啊！但是我拧转身望条石罅，似乎亦都冇咩事啊！睇下睇下，我就发现濑嘢啦！石罅嘅边边忽然间又裂开多一条罅，剥落嘅石块系咁跌落嚟，紧接住一嚿黑色好似墨汁咁嘅嘢在石罅入边涌咗出嚟，我连忙褪开，以为是啲咩喷紧出嚟啊！再望真啲，真系我下巴都跌鬼咗。呢啲黑色嘅嘢，竟然全部都是头发。斧头见我咁慢嘅反应，即刻游翻嚟救我。我咁先明白佢点解叫我走，不过似乎已经太迟啦。我被斧头掹住搏命往下边潜，又想翻起身后边仲有三条友嘅，但系拧转身一望，我即时心都凉晒。嗰三个人俾嗰啲一大嚿嘅头发包实晒，喺水入边挣扎。我知道佢哋系死梗噶啦，心入边庆幸斧头又嚟救我。不过我拧转头嗰阵，我忽然间发现有个黑影喺度慢慢向我哋靠近，速度好慢，距离仲好远，似乎系喺嗰嚿头发后边嘅，而唔系嗰三个人之中嘅一个。唔通系成哥？我嚟唔切谂，两个人去到一个转弯位，斧头一手捉住我掹咗过去。我去到另一条石壁的通道入面，望真啲，呢一条是向上的，而不是那条继续向下潜的通道。我感觉到呢度就好像是个 U 型的管道，只要我们在呢度游上去，应该就上到岸的了。我学着斧头的样子，只脚是咁喺度扔，只手就放松摆在膝跟，整个身好快脆就向上浮啦。呢种向上升嘅感觉真係美妙。我哋大概扔咗几十下之后，终于上到去水面。我个头一暖，即刻大啖大啖咁唞气，四周围一片漆黑。呢个电筒就唔係散光嘅，我只可以零星睇到几个角落。我擒出水面，将周围仔仔细细咁样 check 清楚，呢度根本就唔系地面，而系另外一个封闭嘅空间。呢个消息简直系晴天霹雳，我原本以为系会出到去噶啦，点知又入咗嚟呢个咁嘅地方。而且我注意到这个圆形水洞的周围有两排脚印，水迹还很新的，看个样
应该是有人冇几耐之前留低嘅。等斧头都爬出水面之后，佢最关心嘅系氧气同埋潜水设备嘅使用情况。等确定都安全之后，佢喺右边嘅空地发现咗好多潜水设备。睇个样，佢啲同伴真系都喺树，而嗰啲设备嘅氧气全部都用晒，估计系困咗喺呢一度。我拧转身，发现我背后亦都有一排脚印，不过呢排脚印好奇怪。斧头佢忽然问：呢啲脚印系你留低噶？我拧头，皱住眉头讲：我又冇赤脚，而且我只脚都冇咁细啊！地下嘅脚印只有大概18公分咁大。应该是个7、8岁的僆仔留低的。但是斧头讲，他的队伍入边根本就没有那么小的人，亦都没有侏儒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潜水或者是探险会带着这么小的僆仔。不过不理大定小，这脚印本身就有点奇怪。我仔细一看，这些脚印是赤着脚踩出来的，而且上边有一浸油脂，电筒光一照下去非常之明显。我凑埋去一闻，是尸油啊。可能其他人会对这样东西很陌生，但是我就很熟悉。一种是火葬场火化尸体都会留下的这种尸油，另一种就是人死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尸体没腐烂到产生出来的尸油。前几年听说是流入了市场被人拿来煮火锅，不过这两年管得比较严，就没听到有这样的传言。当然有些火葬场是没有尸油的，咁系同佢哋使用嘅火化机型号有关系，而我哋眼前嘅尸油好明显唔系火化之后留低嘅尸油，而系嗰啲冇腐烂到嘅死人留低嘅。第37章，毫无生气的眼睛。我顺住啲脚印行咗一段距离，发现行入咗更深嘅黑暗入边。俗语有话：阎王好过就小鬼难缠。猜系好奇害死猫，我唯有掉转头行翻出嚟。斧头指住地下嘅脚印讲：你睇下呢啲脚印仔。净系得行入去嘅，冇行翻出嚟嘅，唔通仲会喺入边？虽然我心入边好惊，但系都唔想成日喺斧头面前表现得咁懦弱，故意就壮起个胆，拍住心口讲：冇事啊，有我喺度啊，呢啲鬼仔我一只手就搞掂晒啦。斧头就扁咗下嘴。明显唔信我讲嘅嘢，佢将潜水服摆埋一边，又去清理侧跟嗰啲潜水服啊。除咗嗰啲氧气瓶用晒以外呢，大部分嘅嘢仲系可以再用嘅。佢话我哋出去嗰阵应该仲用得着嘅，问我紧唔紧张？呢度就系佢哋要嚟嘅目的地，蛇拍就喺入边。不过就医唔到我身上嘅尸毒。我哋又喺周围转咗两圈，再向前边行就系无尽嘅黑暗。我同斧头一时之间亦都攞唔定主意，主要都仲系顾虑嗰啲脚印仔，
如果真系有鬼嘅话，咁入边嗰啲人怕且都系凶多吉少。仲有一件奇怪嘅嘢，入边嘅人被困喺呢一树，唔单止冇嚟呢个出口守住，反而就留喺入边。呢个有啲唔啱逻辑噃。当啲电筒光扫过地下圆碌碌嗰个出口嗰阵，我注意到圆形嘅水面开始有波纹起伏，睇个样好似下边有啲乜嘢要上嚟啊！我凑过去睇，心谂系唔系成哥佢摆脱咗个漩涡，又揾到个入口，而家入紧嚟呢？我呢一睇真系不得了，原本仲系透明嘅水，而家竟然变得黑麻麻。我伸手捧起一捧水，仔细望真啲，都系冇颜色嘅，点回事呢？我心入边好疑惑，我仲想伸手去摸，点知呢一摸啊大镬啦！我只手一下俾啲乜嘢捉住咗，喐都喐唔到。我一下子慌咗神，用力向外一扯，咁先睇到绑喺我手上边嘅嘢竟然系头发，大量嘅头发，佢哋就好似有生命嘅咁样，绑喺我嘅手臂上边，慢慢咁收紧，再慢慢咁将我往下边扯。我拧转头大叫咗两声斧头，点知斧头佢根本唔喺我身后边。呢个女人呢，咁关键嘅时候走咗去边啊？啲头发慢慢勒紧，我觉得佢哋就好似一把锋利嘅刀刃，不停咁喺度切割紧我嘅皮肤，已经要入肉嘅感觉啊！我抹开两只脚，硬住个洞口，用力向外掹，越系用力，我只手就越痛，隐隐约约已经开始流血添啊！我声嘶力西咁叫住斧头，点都系见唔到斧头嘅人影。佢咁大个生勾勾嘅人，头先仲喺我后边嘅，而家忽然间连影都见唔到，叫又唔应，唔通系俾啲鬼捉咗去？我听到自己嘅牙咬到嘎嘎声。左手已经开始喺个袋度乱咁揞乱咁摸，希望可以揾到啲乜嘢将佢整断咗。但系揾嚟揾去，我先发现把匕首喺大头嗰度，我身上边乜嘢利器都冇。终于我揞到一个打火机，我估佢系会惊火嘅，因为呢个时候我块面已经俾佢掹到几乎贴落水面啦。再唔整断佢，我就会被佢掹咗落去，然后浸死我。慌乱之中，我拎住个打火机啪啪打咗两下，但系打唔出火啊！我急到咩咁，成个面连表情都扭曲埋，个嘴嗰度系咁喺度吟：快啲着啦，快啲着啊！跟住我叫咗一声，失手跌咗个打火机，沉咗落水。我心入边一凉，今次玩完啦，睇嚟我一世英明要俾呢啲头发整死喺呢一度。我不停喺个脑入边想象自己死咗之后嘅样，会唔会俾啲水浸到肿晒，变成巨人观，连我娘亲同牛小花都认唔到我，或者我条尸根本就出唔到去。会喺度俾啲鬼怪食咗，剩翻副骨架留喺呢个密室度。嚓一声，就喺我胡思乱想嗰阵，我听到呢声响，跟住斧头就凑埋我块面度，我哋之间约莫只有5公分唔到嘅距离。唔知点解，我知道佢喺度嬲紧啊！我耷低头一睇，
啲头发已经被斧头手入边嘅匕首割断晒，嗰一条条黑色嘅丝线不停咁喺度蠕动，最后喺我右手上边脱咗落去，跌落水入边，慢慢沉咗落去。我右手臂上边嘅皮肤已经割穿咗，但系冇流血喎，仲有几条头发喺割穿皮肤嘅地方喐嚟喐去，佢哋好似喺度吸紧血啊！我一手将佢哋掹晒出嚟，啲鲜血一下子叭叭声流出嚟啊！滴落啲水入边，鲜红刺目。我啤住斧头，冇好气咁讲：你走咗去边啊？我争啲死咗啊！死咗啊！你知唔知啊？斧头反而恶死能登咁盯住我，佢讲：我知啊，不过连呢啲头发都解决唔到，我觉得你基本上已经死直咗，唔使救噶啦。我心入边就闹啦，斧头佢一定就喺隔篱，只不过想睇下我点样解决啲头发。如果我真系会死，佢都仲系会嚟救我嘅。只不过我郁闷咁啫，连唯一嘅打火机都俾我整唔见咗，自己拖累自己又怪得边个啊？一时之间我都唔知点样反驳斧头，呢、这个女人真系有啲癫嘅。如果系我见到有人就嚟死啦，一定即刻上去救嘅，点会仲喺隔篱等嘅？我冇咁好嘅心理素质啊！我喺隔篱搲咗扎泥，沈喺伤口上边，痛到我呀呀声叫。呢、这个都系农村嘅土办法啦，因为而家亦都冇药，唯有顶住当先啦。斧头就完全冇理到我，拧转身就向黑暗入边行。呢下真系弊啦，我估佢系睇清楚。我系咩都唔晓，而且仲会自己整死自己嗰种人。呢度其实空气几好嘅，冇想象中咁闷，只不过四周围都冇光，感觉上令人有啲惊。但系斧头佢拎住隻电筒一直向入边行，一啲都唔似惊嘅。我跟住佢后边，想话同佢倾下偈嚟缓解一下尴尬嘅气氛，顺便转移下注意力。系啦，你哋公司嚟呢度做乜嘢啊？唔系为咗蛇泊，又系为咗咩啊？我讲过嘅嘢唔想再讲第二次，你自己跟实啲啊！等间出啲咩事，我唔负责噶。对于佢冷冰冰嘅话，我自动无视咗。不过我确实唔记得佢讲过啲咩啦。再讲啦，你讲过一次就唔可以讲多次嘅咩？我越谂就越觉得委屈，拎住个电筒四周围张望。呢度似乎比我想象中大好多喎。至少空间足够容纳成百人，而且都仅仅系呢一个地方。随住我哋继续深入，前边依稀睇到一啲火光，仲隐隐约约有两三个人影喺嗰度揈来揈去。斧头加快脚步行咗过去，我跟喺佢身后边，总系觉得前边喐紧嘅人影唔似系人啊，反而似系啲咩邋遢嘢。等我哋两个人快步行过去之后，火光同人影全部都冇晒，剩返一片漆黑嘅空地，仲有一啲人活动过嘅痕迹，譬如话地上边废弃嘅压缩饼干包装袋，仲有一啲凌乱抌喺地嘅烟头。我问斧头：点解会咁嘅？我望住佢，
咁先发现佢竟然牛咗喺原地冇喐到，好似入咗定咁。我伸手喺佢面前揈咗两下，佢咁先至反应到过嚟问我：你做咩？我讲啦，我仲想问你啊，你做咩啊？傻咗啊？斧头冇理到我，踎低身去执啲烟头。我一路睇住，唔系几忍心，以为佢系要执烟头嚟食，即刻递咗支烟俾佢。我讲啊，唔好执嗰啲嘢嚟食啦，我呢度有啊，使乜委屈自己啫？斧头闹咗一句：委屈你个大头发！一下打开我只手，跟住开始睇烟头上边嘅文字。佢细声咁讲：系佢哋啊，佢哋嚟过呢度。佢哋系边个啊？你啲同伴啊，定系你公司啲人啊？我讲完之后就后悔啦。好明显是一句废话。他来到这一度咪就是为了找他的同伴。我还问埋晒啲咁嘅问题。斧头将烟头抌落地，捽咗下隻眼，一手掹咗我过去问：你睇下前边系咪有人啊？我顺住佢隻手一睇，呢度根本冇人啊。前边黑古勒骨，边度有人呢？但系斧头就好似着咗魔咁，一味向前跑。收尾又长长咁叹一啖气，又趯咗翻转头。我估佢系连续出现咗幻觉啊！如果唔系，又点会咁啊？呢度嘅嘢早就已经废弃晒，人亦都早就唔喺度。或者会在更深的黑暗果树，又或者在那只鬼仔的肚入面。我们两个人蹦住蹦墙休息了好耐，正准备继续前进果阵，发现在这里竟然是个分叉路，有左右两条，两边都有脚印，只不过佢哋系分成两队人呢，定系一条条去试探呢？斧头佢一下子冇晒主意。我哋两个人如果分开嘅话呢，我实死冇生嘅。最尾亦都只能够叫斧头分别行两条路，而我就喺原地等佢。斧头拎住电筒行入其中一条分叉路。我就乖乖地咁坐喺分叉路口度等住，睇住斧头嘅背影慢慢一啲一啲咁消失喺我嘅视线入边。一个人坐喺度好无聊嘅，而我又成日感觉背脊后边有人，拧转头睇嗰阵又咩都冇喎，我就决定自己透火照明，顺便仲可以取暖添。一揞个袋，唉，我諗返起打火机已经俾我整唔见咗，跌咗落水，我又去边度透火呢？我又得返原地继续等佢。冇几耐就见到电筒光喺右边嘅通道度闪緊。我以为是斧头出来了，我就问：怎么啊？这条路通不通啊？他没答到我，反而就站在右边的通道入边，没出声。我看不到他的样子，亦都不知道他做紧啲咩，谂紧啲咩。一分钟之后，他再一次慢慢咁样喐，向我行埋嚟。我企起身准备再问佢。点知道佢行得好慢，仲有啲僵硬添。我心头一跳，佢唔系斧头。我一下子慌晒神，因为斧头唔系咁样嘅。
等佢行近咗，我仔细一睇，一张白赖晒嘅面孔就摆喺我面前，毫无生气嘅瞳孔直不甩咁盯实我。第38章女龟。黑暗的地道口，我望住那个怪物一步一步地向我行埋嚟，我竟然喐都唔喐，呆咗喺原地。唔係我唔想走人，而係我只脚真係软晒，喐都喐唔到，唯有眼白白望住佢向我行埋嚟。佢应该系啲咩鬼嚟啩？具体系啲乜嘢我都唔清楚嘅。佢越嚟越近，虽然速度好慢，但系嗰个白泥晒嘅面孔系令人好难忘记佢嘅。佢点解会走咗嚟呢度嘅？佢唔系应该喺个树林嗰度嘅咩？我越谂就越惊，点知我只脚就唔争气，唯有冻喺度等死。我心入边一路盼望斧头佢会翻嚟救我，但系当我见到嗰样嘢手上边银色匕首嗰阵，一种无力感涌咗上我心头。嗰把系斧头嘅匕首，佢用匕首救过我。而呢把匕首而家喺嗰样嘢嘅手入边，我心头一痛，知道斧头肯定系凶多吉少，下一个就会轮到我，我会步斧头嘅后尘，死喺呢个白赖晒大面嘅手下。佢终于行到我面前啦。佢竟然疑惑咁望咗我两眼，然后将嗰个好似斧头咁样嘅手臂伸到我面上摸咗两下，睇起身啲动作好轻嘅，但其实我块面已经俾佢整损咗，而辣辣咁赤赤痛。佢似乎系想要玩弄我，并唔急住要杀死我。佢同我面对面咁坐低咗，我心入边好惊，我想叫救命，想逃走，但系我就系喐唔到啊！就连我喉咙亦都变得沙哑起身，叫出嚟嘅声就好似鬼叫咁，好得人惊啊！跟住佢对我怪笑咗两声，啲电筒光照喺佢个面上。我睇唔出佢系男人定女人，应该系因为长期冇接触到阳光而变得咁白嘅。而佢手上边咁干，应该系因为冇血液啊。到底佢系一个点样嘅嘢嚟呢？佢似乎对我失去咗兴趣，慢慢将只手摆喺我嘅天灵盖上边，我感觉到佢嘅手指甲刮住我啲头皮，赤赤痛。我想反抗，但已经冇余地啦。我可以想象到佢用啲手指甲搲穿我啲头皮，然后再慢慢咁样挖我个脑出嚟，再慢慢食咗佢。我竟然会死喺呢一树。到咗呢个时候，我亦都顾唔到咩心态同埋痛楚啦。我个面已经完全扭曲晒，斧头佢唔会嚟啦，成哥亦都唔会嚟，冇光，亦都冇人影，我就要死喺呢一度啦。佢啲手指甲好长，搭喺我啲头皮上边，一啲一啲咁样往下挖。佢似乎知道我喐唔到啊，专登将动作放得好慢好慢，就好似 Tom and Jerry 咁。
隻猫知道老鼠走唔甩，专登要玩佢，一直玩到隻老鼠心惊胆裂，再一下结束佢嘅生命。好唔好彩，我就系嗰隻老鼠。以前听人讲过体验死亡，将监仓啲死刑犯带到去刑场，蒙住佢对眼，唔俾佢哋睇到任何嘅嘢，亦都听唔到任何嘅声音，淨係话佢哋知，唔会枪决佢哋，而係会割开佢哋嘅手腕流血而死，然后就会扮成喺佢手腕度割一刀，同时将水龙头打开，俾啲水一滴一滴咁往下流，喺水龙头下边摆一个铁盘，俾个犯听到啲水滴嘅声音，等佢以为系佢自己手腕上边滴落嚟嘅血。好唔好彩，呢个人最尾系俾佢自己吓死嘅。我觉得对眼越嚟越模糊，模糊到睇唔到电筒光。我觉得我嘅生命喺度一啲啲流逝，我就嚟要死啦。我諗返起隔离村嘅牛小花，如果我当初听阿妈讲返去娶咗佢，我而家就唔会死啦，亦都唔会咁痛苦。话唔埋而家仲有埋一个大 BB， 成日喺屋企嗰度凑細路添。想象嘅画面永远都系咁美好嘅。虽然佢唔系我鍾意嘅类型，但系同死亡比起身，我宁愿去结婚。但系一切都太迟啦，我返唔到去，我就要死喺呢一树，然后俾佢食咗，连尸骨都冇人同我安葬。我突然间啲眼泪水叭叭声流落嚟，我呢一世人第一次咁伤心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我冇听阿妈讲嘅话，搞到而家咁嘅下场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会写本书出嚟，记低我而家嘅心情。我眯实眼，费事擘大眼死咗，会吓亲我嗰个已经走咗好耐嘅阿公。个脑嗡嗡声响，咩都喺度諗，咩都喺度回忆，咩都喺度后悔。我隐隐约约听到有人喺度对我大叫，走啊，然后就向我滴紧过嚟。但系我啲眼皮太重啦，实在系睇唔清系边个。我淨系感觉到背脊上边热辣辣咁痛，喺度俾人拖喺地扯住走啊。当我再一次擘大眼嗰阵，一个男人嘅身影出现喺我面前。睇起身有啲熟，我再望真啲，竟然系成哥。佢打大赤立，围住个火堆喺度烘干啲衫，见到我醒咗就出声问啦：你个衰仔咩事啊？撞到女龟都唔走，想死都唔使咁死系嘛？我打咗个冷震，觉得四周围好冻啊！睇住成哥，我就讲：你点解入到嚟嘅？你唔系荡失咗路咩？荡失路？我专登游去湖底嘅。如果唔系嗰个女人，点会咁容易带你入嚟啊？而我又点会咁容易揾到个入口啊？